全体肃立，奏国旗歌。定位前面有人，我们也听到你放国旗歌，要请你配合调查。我们这里哪里放国旗歌？哎，我们哪里放国旗歌？哪里放？我们会调查的。你从我的手机里哪里放过国旗歌？啊，那接受调查。啊，口头传唤你，希望你配合好。好了，配合呀，你说。好，现在放。我看核酸码的目的就是这个。没问题啊，对不起。还要出去的吗？不出去，不出去。外面那么危险，如果我老公阳了怎么办？谁负责任？如果我老公外面出去阳了怎么办？保护好，和我们一样的，该戴口罩戴口罩，戴手套的戴手套。你的大白呢？你的口罩呢？啊。我穿了，我交给他。我们穿什么？我很害怕的。我需要，我们家还有小孩。不是你需要，现在是传唤他，公安机关传唤他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你为什么对我凶？我在。我没对他说，我现在跟他说，公安机关传唤他，对吧？我没有说，我现在跟他说话。啊？他在阳台上开会，你去看。现在我们公安机关传唤他，不是说他开会。说说说。哎，啊，你需要的话，我们这边提供大白给你，好吧？好，可以。你等着，等着，好，等着，等着。给我上场，谢谢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这个非常时期，没问题，机关这边。好，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要把他要叫出去谈话呢？配合调查，配合调查什么事情？刚才已经跟你讲过了呀。什么事情？什么原因？刚才已经跟你讲过了，就是他们怀疑有人放国际歌，对对，现在放国际歌都是罪了，对吧？放国际歌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也听到了，我没有放呀，我可以对我的话负责任的。你不要这种眼神看我，你是什么眼神看我？我没放，然后你传话，第一我没放，第二放国际歌也没问题的。不是你们的同事对我是放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要紧的。你放了，我们也要问清楚相关原因的。可以，对，可以，没有调查，调查一部分，大家都好都好说嘛。对，像你这个语气，我也可以接受。大家好好说，对吧？也都憋这么久了，嗯，不可以对我们这么凶的，对吧？大家都是良民。大家都是良民。